女友肯陪你挨过低潮，你会怎样对她呢？凭着大台剧《逆缘旦起》的陈家洛就立刻向艺人女朋友余香凝派定心丸，开期票说会娶她。虽然人气急升，但是陈家洛和余香凝拍拖没避忌，在商场照样十指紧扣，他们一起在餐厅外面等位，期间一个玩手机，一个讲电话，都挺劳夫劳妻的，之后还去买手机配件，跟一般人拍拖没什么分别。不过2014年拍港台剧挞着时，他们拍拖就没那么自在的，因为当时陈家洛的收入不多，要悭住悭住。余香凝绝对不是拜金港女，肯陪她等优惠时段去吃特价寿司。陈家洛2003年和陈伟霆同期参加新秀入行。曾经有天与天，你在何地，亦都会等你。当时以为自己之前做过保险，储落笔钱可以慢慢搣，点知中间3年完全没工作，搣晒啲积蓄。虽然公司每个月垫资500蚊俾佢，但系佢始终都要问朋友借钱度日。屋企人见佢咁样，静静鸡摄几百蚊落佢银包。当时佢悭得就悭，出街连饭都唔敢食，净系敢食2蚊过嘅包。妈咪因为担心佢，曾经想佢退出娱乐圈。而家事业有起色，佢开始咁计划将来，希望5年内可以买楼娶女朋友，同埋快啲有自己嘅小朋友。